两天我在微博上说想弄一个那种阴阳头吧，就是这样分开，然后一边白的一边黑的，这样那天出去逛街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想改一下造型，然后现在是晚上11点多差不多，我打算把这个头发给染了，但是烤一遍应该不行，就是它不够浅嘛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买的这个染发剂，然后我的漂的头发是用的是这个，这还是很久之前买的，没有用。染的话就是这一个了，就是侧面有那个颜色的提醒，可能大概要漂到至少要这个度吧，这个度或这个度，反正说这种是染不出来的。大部分这边分开，然后这边给它染白，然后可能这个也会稍微染一点点，等会儿要看，我等会儿看着来就要发挥一下，反正我是。现在一个真正的非主流怎么办呢？而且我的眉毛好像是要漂一下，现在有一点黑了，这边就还好，这边有点黑。那明天我还是先带着我出门吧，等两天然后第二天的时候。Hello 大家，我又涂好了。真的很搞笑，我的眉毛感觉我本来打
到第三集，剪染头发看了两集，感觉还蛮有趣的，就很期待后面怎么发展的。就是蒸变之后的效果，等我下期的时候再跟大家讲。今天打算上色，然后看出来会是掉，因为我现在就是黑色的发根已经有一点点长。边洗边看看，不过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太白也还不错，反正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是 OK 的。那以上就是我全部的漂发加染发的过程。